如果我没有遇见你，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？未来啊，这个名字好啊，未来可期。谢总好，你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。我可以承担所有的责任。你拿什么承担？在你们订婚前一晚，李锦去了欧洲。我最恨别人骗我，咱们离婚吧。为什么要离婚呢？出国打工一年，工作签证。我要去欧洲，给自己一个答案。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寻找新生活的。来欧洲的这段时间，比我过去20多年都要精彩。我做了许多我只敢想不敢做的事儿。Go go， 加油！我也不知道是他改变了我，还是我改变了他。我在想，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？等到那个 timing 真正来临的时候呢，自然就会知道了。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启明星。